大人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我儿子！你一定要救活他呀！是啊，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兰大哥吧！一定要救救他！太不容易了，大夫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但这个手术时间会比较长，你们就在家属等候区好好休息一下，患者的术后还要靠你们呢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放心吧。啊。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备齐停了吗？可以切片，还是手术？没问题啊！哎呀，我这心不放下。老天会保佑我的啊！ 玻璃，来啊！没事儿，医生说挺顺利的，放心啊！哎呀，保佑你吧啊！患者尿量只有5毫升。 成功剥离，目前总时长7小时15分钟。杨明，你来缝合。好嘞。现在心率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快休息一会儿吧。快，摁住！不好，病人出血了。停风，杨明，我来。
止住啊！兴风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蓝珍珠，死亡时间14:35。 对不起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爸到底怎么了？你爸过世了。过世了？什么？这怎么能过世了？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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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
整个手术的流程，你们都自查过吗？自查过。手术之前，我们做了详细的规划，整个手术过程都是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的。徐清风和蓝俏俏是什么关系？啊？他们俩没什么关系啊。他们没有私人关系吗？私人关系？没有，没有私人关系。你怎么证明没有？我说没有就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领导。那你们那儿查到的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蓝俏俏说徐清风利用他父亲的手术，要挟跟他建立恋爱关系，就这么回事吧？没这么不可能！哎呦，这事闹的，整个心外科全都知道我跟徐清风我们俩关系最好，我敢拿我人格担保，清风绝对没有要挟蓝俏俏，不可能。徐清风的医德，整个医院是有目共睹的。 他每天不想别的，他就想着怎么治病救人。领导，他不该受到这样的污蔑啊！你们可明察呀，他千万不能冤枉这么好的一个医生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吧。领导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你们不能信那个蓝俏俏的。那个，我们会查清真相的，你先回去吧。 谢谢啊！你在这干嘛呢？找大叔姐的原因。你知不知道蓝巧巧告你医德有问题，说你要挟她要跟她谈恋爱，你还在这找症结呢？赶快！ 领导都在呢，赶快跟领导们解释解释去，快！徐清风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刚从会议室出来，这次问题闹得很大，问题很严重，你赶快跟领导解释解释去，说清楚了。我不去，清者自清。
书呆子，你真的我拿你没办法。这都几点了还不来，也太不守时了吧？妈，这咱们来早了啊，还有几分钟呢。哎，你那二姐她不会临时变卦又反悔了吧？不会。你别看他平常死鸭子嘴硬，这一旦松了口，还是能说到做到的啊。这爸爸妈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路上这堵车，没车。陆队长，你现在能马上来医院一趟吗？户口本、怎么回事啊？警书都在这儿，赶紧看看齐不齐。OK， 行，齐了，没问题了。我知道了啊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叔叔阿姨，爸妈，振雷，我得先去趟医院，清风出事了。啊，清风怎么了？啊，要紧不要紧呢？张然在电话里也没有说清楚，说什么手术的事儿。哦，我过去看一下啊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往哪儿走呢你？你把事儿先给我办了呀。宝，听见没有啊？清风出事了，让你姐先去。爸，我跟徐清风谁的事儿重要啊？你不许走啊！你先松手。对，落户的事情哪天不能办啊？能懂事点。嗨，懂事。哎，行，懂事。你给我回来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确实是有事儿，没听见呀？不是，爸，关雨荨那不是在演戏吧？他不会真心就不想办这事儿吧？不会。说到哪儿去了？你姐是那种人吗？哎，把咱们这么多人都晾在这儿，这架子可真是够大的。就是啊，谁家能没点事儿啊？你但凡你得分个轻重缓急嘛。你儿子结婚这么大事儿，你看你们要是这么不上心，那我们家不就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了？没事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个，亲家，这话说的就有点见外了啊。你看这材料我们今天都带齐了，这我们不可能不上心呐。再说雨晴那个医院这边可能确实是有事儿，啊，这样，咱们找个地方先喝点茶，顺便把那个婚礼的事再商量一下。等他回来，咱们把这儿一办，好不好？是吧？行吗？你请客啊。好，我请客。没事，来，没事啊。请吧，请吧，我还真知道一家。来，请，亲家。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张然给我打电话了。你都知道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儿。那你现在干嘛呢？啊，这些是术前的检查，模拟手术的流程，还有之前的会诊记录，还有跟这台手术类似的手术的病例。我可以确定，我整个的流程没问题。但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大出血？我得查明原因。我听张然说，医院已经派了专家小组的调查了。每一个死亡病例，医院都非常重视，该查就查。但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搞明白患者为什么会突然死亡。我能帮上忙吗？没事，你找椅子坐一会儿啊。Thank you.
么了？儿子怎么了？儿子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清风做了一台手术啊，但是手术失败了。调查组介入了。啊，那你赶快赶快找那调查组去说情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儿子前途无量的时候，你来抢儿子，现在儿子出事儿，你就不管了，你稳坐钓鱼台了。紫兰，你冷静一点。哎呀，我能冷静吗？你快点。我是他爸爸，按照规定这事儿我得回避。我今天让你过来是有几个问题我要问你。你快问，你快问，问完了我好去看儿子。清风的手术没有任何问题。哎呦，调查组之所以介入，是因为清风被病人的家属蓝翘翘举报了。谁？蓝翘翘？蓝翘？不可能啊！他为什么呀？蓝翘翘说，清风利用他救治父亲的心理，提出要求要跟他谈恋爱，他被迫接受了。现在父亲手术失败了，所以他选择举报清风。胡说！他胡说八道的，是我，是我要撮合蓝翘翘跟儿子，儿子根本就……秀兰。蓝翘翘跟清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，他们就是普通关系。调查组已经找到人证了。我问你。蓝栓柱入院以后，你是不是在医院跟其他医护人员介绍过，说清风跟蓝翘翘是男女朋友？哎，小贾，哎，小贾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小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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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蓝翘翘。他爸爸呢？刚刚啊，转到我们心外科病房了，以后还得麻烦你们多多的照应一下啊。以后就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辛苦你们。啊，来，这是贾飞，这是小刘，这是那个小妹儿，这是小黄，对吧？这是小王。哎，你们两个是不是主要负责他爸爸那病房啊？对，是的。麻烦你了。你是不是在专家公寓也碰到过本院的两个医生，也给人家介绍过？你还给周围邻居看过蓝翘翘的照片？我想问你们啊，想不想看看我儿子女朋友的照片？看见了吗？太漂亮了！太漂亮了！你儿媳妇长挺漂亮啊。那当然，我看着。那都是我一厢情愿的，是我想撮合儿子跟蓝翘翘交往，儿子根本就没同意。可你怎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不是，院里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啊？清风可能会被暂时停职，好的情况就是，如果调查清楚了，清风跟蓝翘翘他们没有什么关系。可能他就复职了。那我坏的消息呢？哎，秀兰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！如果推翻不了蓝翘翘的话，那么清风就有可能会被吊销医师执照。啊！吊销执照？那我儿子是不是做不了医生了？啊！秀兰，其实。其实不是，你快说，我要听实话。如果清风的执照被吊销了，虽然说两年以后还可以重新注册考试，但恐怕以后就很难被医院接受了。啊，是我，是我干了蠢事儿了。如果不是我想拆散关雨晴跟儿子，硬把蓝翘翘塞给儿子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一定都要等到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再定啊。你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，好不好？我要回去。Thank you.
点水休息休息吧。不再是孤独的远行，独自成行。哦，幸好有你倾听梦想的回忆，烦恼甜蜜收到默契的回应，心动的目的启程在耳语。我还未说，你却在默默参与，只是还没有资格任幸福挥霍，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，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，你回望的璀璨，我想一生慢慢攒着。命运配合，相遇也配合，错过就像拼图边缘起落都有它的吻合。我记得漂泊的心最无助的时刻，是你陪伴着我，只是还没有资格任幸福挥霍，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，只是还没有停留思念的无休。若计算不由你，我是有爱就有重逢。休息会儿，吃点东西呗。我不饿，你吃吗？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垮的，我心疼你了。等会儿再查。你要不吃，我喂你了。你喂我吧。香啊！我吃了。吃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哎，怎么样？这边有动静吗？没有吧？自从雨晴和清风进了屋，到现在还没出门呢。不行，我得问问去。对，我也得问问关雨晴过户时间。哎呀，都别跟着捣乱了，在这儿待着吧，别添乱了。哎呦喂，你说这么好的大夫，啊，
技术好，人又正直善良，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？好什么呀，爸？您别忘了，他跟对面还打过我呢。哎呀，干嘛人人都爱打你呀？你是不是自己招的呀？妈，你这么快就偏心眼了？我懒得理你。不是，关雨荨在那候着有什么用啊？他在医院说了又不算，他赶紧把户过了，这不是爱什么赔怎么赔？站住！回来。怎么了，爸？那个房子肯定是你的，跑不了啊，宝。现在人徐大夫摊上事儿了，二姐着急着呢，是吧？这时候别给他添乱了，万一把你二姐给惹急了，到时候爸帮不了你忙啊！听话，爸。嗯，你怎么也这么向着对门了呀？人家是博士，拿手术刀的，论学识、论人品、论相貌，那都是百里挑一。哎，你，对，将来的还是你未来的二姐夫呢，对不对？咱们不得关心关心人家呀？啊，听话，宝啊。爸，我发现了。他现在是你男神呢，爱豆啊！不，你把他吹得跟朵花似的呀！你看，你看，宝还小心眼了吧？啊，你也好，你更好，你更棒，嗯，宝，爸喜欢你。那您说说，爸，你说说，我哪好？你说说，说说。你呀，这还用爸说吗？是吧？哎，你说说你哪棒啊？啊？对了，你开车技术好啊！嘿，那倒车柔库一把轮的事儿，这方面徐大夫比你就差多了。爸，哎，我受伤了，啊？现在连您也看不起你亲儿子了吗？哎呦喂，小心眼儿，爸的心思你还……这孩子你这……哎呀，哎哎，爸，干嘛？没干嘛，没干嘛。哎，不忙不忙不忙，您说，我这就回去。哦，好嘞好嘞，您带什么菜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顺道啊。哎哎，好嘞好嘞。孩子，这孩子，你说这孩子真是惯坏了，管人家爸爸叫的这低三下四的这样，一点骨气都没有。不出事儿啊，都挺好，出了事儿，怎么全往一块儿赶呢？徐大夫多好的人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可。秀兰，秀兰，蓝俏俏说，清风利用他要救治父亲的心理。提出要求要跟他谈恋爱，他被迫接受了。现在父亲手术失败了，所以他选择举报清风。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觉得你跟我儿子挺合适。关雨晴，我告诉你啊，蓝俏俏是我介绍给我儿子的女朋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阿姨，你这怎么了？阿姨，哪不舒服吗？大爷，阿姨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都是舒服。阿姨，慢点。慢点。给你拿个，阿姨，慢点，阿姨。哎呀，什么事这么伤心呢？这怎么了，阿姨？哎呀，这样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哭了，阿姨。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哎呀。来，快坐着。哎呦。大妹子，你孩子有电话没？给你孩子打个电话。啊？妈，你叫他的电话呢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
让你出来放松一下的，你怎么又在看这些资料啊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别想了，好吗？喂，高院长。哎，清风啊，哎，我跟你妈妈联系不上了，我现在就在你妈妈家门口啊，我这敲门也没有人开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啊，她跟你联系过了吗？她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你在医院的事情我告诉你妈妈了。您跟他说这个干嘛呀？清风啊，这种事情瞒不住的，我找他来我就是想问问蓝俏俏的具体情况。但是你妈妈刚才在医院走的时候，她说要回家又不让我送，我担心她的状况，我就追出来，我来家里，我进不去啊，家里没有人呐。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找一找的呀，赶紧找啊，可千万别出事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高院长把蓝俏俏的事跟我妈说了，我妈现在是打电话也不接，也不在家。那要不然去找找她吧。走。接电话呀。接电话了吗？没有。大妹子，你的手机响翻天了，你快接呀！家人在找你呢，那我接不接？我看看。对对，你替他接吧，你看是你儿子啊，我进去了啊。喂，喂，对对，我跟你说，在万象城对面小广场这。哎呀，你快点来吧，啊，好，我在等你啊。你儿子，一会儿就到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儿子就到，我手机发你了啊。家人一定着急。别哭了，我跟你说。什么难事儿，什么坎儿都能过去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啊？阿姨，妈，妈，您是他儿子啊？哦，刚才是您接的电话啊？对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他在这坐半天了，为你什么都不说，一直在哭。散了吧，散吧。对，散吧，那就散了吧。谢谢哈，谢谢谢。好，哎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妈，阿姨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阿姨怎么了？妈，您这……我对不起你儿子，我对不起你。没有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哎呀，五年的本科，三年的研究生啊，三年的规培，三年的博士，没日没夜的手术加班啊，十几年好容易到这地步，我呀我糊涂，我给你毁了。别这么想，一定能调查清楚的，好吗？别这么想啊。阿姨您别哭了，说得清吗？能说得清楚啊。好了阿姨，清风都急死了，到处找您。好了好了，妈，走了，回家说，快回家吧。先回家。对不起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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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没有。我哭了啊，我回去再说啊。我对不起你儿子。没有妈，您千万别这么想。我不懂。好了，我这样哭。这你放这儿。没事，直接给放茶几上吃了。阿姨，嗯，来，妈，吃饭。哎呀，我吃不下，我不想吃。别啊！您不吃，我喂您。我待会儿行吗？我待会儿，我现在吃不下，真的。阿姨，你好歹得吃点饭呀。哎，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吃。哎，做的真好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？你现在去了，阿姨怎么办呀？我待会儿还有飞行任务，我时间也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把我爸我妈叫来吧。那，你要不跟他们说一声？好，待会儿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哎，来，你们俩去走走走，去上班上班啊，快点，不是妈，上班快点，快走走走走走，都去上班去。阿姨，那个，
我们都走了，你行吗？行啊，我没问题，我一个人挺好的，我一个人。快走吧。那我把我爸妈叫来陪你说说话。对对对，什么的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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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麻烦他们了。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我静一静，让我静一静，想想想想。那你要记得吃饭啊。对，妈，你想着吃饭，把饭吃了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吃。能照顾好自己吗？我没事儿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多好，你看看，我挺好的。那你一定要吃饭，阿姨，你千万不能饿着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一会儿我吃完那个，我给我自己炖鸡汤，炖肉。走吧，快走，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晚了，快点。走了，走了，妈，妈照顾好自己啊。啊，放心，阿姨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和清风打电话哈。对，我走了，妈。走走走，打电话啊。哎。关于患者蓝栓柱手术死亡事件，现在通报一下处理情况。新外科副主任徐清风暂停一切工作，等待处理结果。参与手术的每一个医护人员，每人写篇详细的报告，将各个岗位手术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如实汇报，调查进度和结果通报学院。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应该自我检讨，引以为戒。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，谨庄严宣誓，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信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全面发展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宣誓人高建岭，宣誓人徐清风，宣誓人林杰，宣誓人张然。心外科医生到了没有？这儿呢，这儿有心外科医生。患者什么症状？徐大夫，血压、心率、血氧多少？来，突发心痛半小时半诊，血压220/110，心率是106，氧化活90%。哎，清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
别管了，有我呢。恰巧哦，哎呦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同意过来。您对我那么好，一直把我当亲女儿一样，您叫我，我肯定会来。啊，新上市的香梨和草莓很甜，很新鲜，拿来给您尝尝。哎呀，你人过来就好了，你这还破费干嘛？快点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不破费。以前的时候都是跟着您学买菜，学做饭。做一大桌子菜，等人徐医生回来吃，一等就是一下午，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。这是您第一次专门请我吃饭，我特别珍惜，怎么能空着手来呢？以后你想吃你就跟我说，我随时给你做。哎，吃饭吧。好。徐阿姨，就咱们两个人，哪吃得了这么多呀？哎，你说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伤心难过，多吃一点补补。来，拿起筷子，来，鸡蛋，吃。你也吃啊？啊，您最近都瘦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来来来，虾仁儿。